几千里路也望向归途，乘着风想念初衷。周深我爱你，夜空漂浮，抓一颗流星做礼物。周深老师演唱会顺利，重庆巡演圆满成功。开始前先预告一下，周深10月8日0点有新歌上线，8日10点新歌 MV 上线。据悉这首新歌是周深为电视剧《七夜雪》献唱的 OST， 期待新歌。周深重庆演唱会今晚就开唱了，迷子们赶到了吗？昨天进行了彩排，剧场馆外迷子大军汇总，这次的彩排竟然有如愿灯火里的中国，这应该是特地为祖国庆生的。还有太阳出来喜羊羊、山城棒棒军，这两首应该是专为山城重庆定制的。太阳出来喜羊羊是重庆民歌，由重庆作曲家金谷作词作曲，发行于1963年。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经典民歌。山城棒棒军更不用说了。此外，这次点歌环节还有如愿、荒城渡、只字不提、曾经沧海，期待大屏会有不一样的惊喜。重庆的朋友们，你们好不好？你们太热情了，好开心。但是没有想到，重庆冷到我穿个秋衣。所以刚才其实非常投入的在唱 Monster 的时候，那个 pose 就是。I see your monsters， 然后一看就是 I see your 秋衣 I see your， 没有穿秋裤了今天。欢迎大家来到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重庆站，你们好吗？谢谢你们。因为人耳可以听到的频率是20到20000赫兹，我一直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比较难容易被接受的歌手，就像9.29赫兹这样的频率一样，没有办法被听到。但是因为你们，我被听到了，谢谢你们。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选择听歌手周深的歌，谢谢你们看到。久违的天籁歌声将在重庆奥体中心体育场响起，这位备受瞩目的实力歌手周深正式启程重庆演唱会。作为出道10年的歌坛新秀，周深已经在乐坛上崭露头角，凭借着富有感染力的歌喉惊艳众人，空灵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令人沉浸在他独特的音乐世界，他的歌词也充满力量，传递正能量，引领观众共鸣。此次巡演的重庆站必将又是一次巅峰之作，演唱会有超高水平的演唱实力，专业完备的音响设备、乐队和舞美团队，还有贴心周到的服务，3个小时满满干货，顶级 vocal 带来的视听盛宴绝对超值。
声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自5月18到19日在上海站首场开场以来，收到社会各界各人士的疯狂追究，现已经走过上海、深圳、成都、贵阳、武汉、南京、杭州、沈阳、北京，每一场都爆满，座无虚席，更是自上海场开始就不断有声音喊加场加场，现在加场的愿望已经成真。看完周深演唱会路转粉，看到好多人都听过周深的歌，不算是粉丝，但去过演唱会现场后就路转粉了。每一场演唱会上都会有路人粉，周深的粉丝就是这样一个个舞台唱出来的。每一场演唱会上的用心程度，很难不让你喜欢上这个真诚的人。工作室也提供了观影攻略，特地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，注意安全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今天的重庆演唱会上又会有什么惊喜等着大家呢？相信这将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，让人流连忘返，一起期待吧。醒来就好了。